今天做的是辣白菜炖排骨，是我妈妈的拿手菜。这个拿手菜它到底有多拿手呢？是一旦过年我们家里人聚齐了之后妈妈必做的美食。哦，但是每年过年我都抢不到。啊，抢不到，抢不到。哎，抢不到的美食可得试试看哈。但是我给它改良了一下。我们蒋大厨今天做的菜是什么名字呢？今天我做的菜的名字叫鲜子焗回鱼。这也是妈妈的味道吗？没错，是妈妈的味道。好嘞，今天两道妈妈的味道，而且都经过改良了，到底这个味道如何呢？来，我们开始吧。我第一步呢，先要准备处理一下排骨。这个排骨呢，是我们那个血水已经是抽过的了。好嘞。下面把这个水倒下去，是不是？倒下去。好。加一勺朝鲜族的大酱，主要是为了去除排骨的腥味儿。再有料酒。你刚刚说你妈妈小时候做的那个排骨，基本上抢不到，为什么？哎呀，那我妈妈做的是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小的时候孩子多嘛，然后我家里还是小的，那大孩们已经抢完了，那我就抢不到啊。所以你就想说，哎呀，妈妈这个味道实在是太好了，是吧？对。所以就学这道菜。我们这个是需要煮40分钟的。40分钟啊？对。那也太久了吧？对，这样才能更好的入味。怎么办？我们就在这等着。好，我们开始等吧。其实我已经准备了一个。哦，这个就是准备好的那个是吧？是，准备好煮好的。这个排骨呢，我们一会儿要处理一下。但是我先要调一下调料。那我们调料呢，首先要放一勺的蒜。蒜。半勺的生姜。两勺的鱼露，还要加一个海鲜酱油。海鲜酱油。然后这个我们先调一下，调和一下，然后呢，把我们的这个排骨做好的排骨放进去，因为它腌制一下。对，这个因为要包在那个辣白菜里面嘛，所以先给它调个味儿。调个味儿。对，再包进去。不然的话，所有的味道都只有外面那一层辣白菜那个辣味。说到这个辣白菜，我就想问你哈，比如说看到这种辣白菜的时候，包括一些酸菜啊、梅干菜啊，家长都不太会让孩子去吃，觉得哎呦，像这种类型的会有亚硝酸盐。对，是这样的。但是亚硝酸盐是这样的，它会在腌制的第三天到半个月之内，它会有亚硝酸盐产生，然后之后这种成分基本上就没有了。泡菜就不一样，它的工艺是需要腌制2-3个小时或者是半天的时间，然后把盐分都洗掉，然后新弄调料，然后再腌制的。包要怎么包呢？接下来包的时候就很简单，就是我们想怎么包就怎么包，就把那个完全。东北姑娘这么实诚啊，想怎么包就怎么包，就把这个完全包上就可以了。哎，你妈妈做的时候也就这么做的吗？我妈妈做的时候不是这么做的，她做的话呢，就基本上就是东北大乱炖。你刚刚说你小时候就可以吃这个，这个多大的孩子能吃这个呢？小的时候基本上懂事2-3岁。都可以吃，2-3岁都能吃这个，这么辣。我小的时候都是拿水涮一下这么吃，尤其是我们小的时候都会说，会吃辣白菜的孩子都是很勇敢的孩子。那这两个辣白菜和这个肉搭配在一块，它的好处是什么呢？那个猪肉里头的很多的腥味儿都会被辣白菜里头的酸味儿给中和掉。不，你现在正在做的时候，我都已经直流口水了。直接可以入锅了。来点油，加点油，加多少？对，好，可以。好，然后最好还能加一点点的香油，加一点点啊。辣椒酱，直接往里头加进去淘米水。加淘米水？对。为什么要加淘米水啊？首先，淘米水里头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，然后另外它的那种让汤的味道更醇厚、更浓稠一些，是吧？对。就是像你妈妈做的时候，也是加那么多的这种辣泡菜的汤汁吗？其实刚才加的也不是很多了，跟我们今天做的量比，因为我们主要是吃它里头的韵味。然后我们其实加热了以后不会那么辣的，放心了。那你自己做的这道菜，你妈妈有尝过吗？尝过呀。尝过。她说：“长江后浪推前浪。”就是表示你做的比她好吃，是吧？对，她是这么认为的。大厨帮我拿盖。好嘞，
好，这样焖十分钟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放这个蕨菜。琳娜，你现在是一个人在北京工作吗？嗯，对。一个人在北京工作，是不是有时候也挺想家的？那肯定会想啊，只要，尤其是在生病的时候，是最想妈妈的。妈妈做的饭。那今天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哈，我把你妈妈请到了现场。来，不会吧？来看看，来来。哎呀，宝贝女儿啊，你看看。妈妈腌了你最爱吃的辣白菜，可香了。过两天给你寄过去。你在北京工作那么忙，注意身体啦，按时吃饭。妈妈爱你，阿妈呆，哈拉你嘿。啊，前面特别的感动，但最后面我没听懂，什么意思啊？他说妈妈爱我。嗯，怎么说来着？擦浪哎，擦浪哎，妈妈爱我。对，听了之后感觉怎么样？就是更想妈妈了，就鼻子酸酸的。嗯，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？来，你对镜头。妈妈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北京，不要担心，我会按时吃饭，努力工作，争取明年能一年回去三次。妈妈擦浪哎。我们现在就要下锅了吧？对，下锅了。哇，这个我放的时候也讲究了一下，他今天也是主角之一嘛，再煮五分钟就好了。现在已经好了。哇，快起锅吧！我给你盛上。这道既带含了妈妈的做法，又进行了改良，又增加了营养。哎呀，多味一体的这道菜到底味道如何呢？我现在终于可以脱下来我的围裙。把这个朝鲜族的服饰终于可以展现给我们，对啊，展示一下我的朝鲜族服装，来，怎么样？转个身，太美了。然后好菜配好饭，来一人一碗我们的福临门倒发香米饭。来，大厨，我们吃饭呢，在合餐的时候一定要用公筷，来，要哪块自己挑，我来给你们夹。来，先给大厨，先给大厨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。就挺给力的哈，这么多，谢谢。我呀，多吃点。我先尝一下这蕨菜，不辣，不辣，就是它是，因为蕨菜我们平时更多的是那种清炒的嘛，对吧？对的。然后它们里面会有一点点这个辣泡菜的味道，然后本身蕨菜也很好吃。我来再吃一下这个排骨，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哎，我觉得排骨里头的腥味是不是没有吃出来？对，没有腥味。大厨觉得怎么样？想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觉得这个，往往我们做排骨的时候，就是焯水的时候，总是放葱姜。对，他今天没放，他放的是东北的大酱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不一样。被大厨夸奖，好，大酱的味道进去了是吧？对，哎呦，然后我再吃一下辣白菜啊。老实说，我觉得，这个白菜刚开始你不是上来的时候给我一块吗？是辣的，呛的我真的不行了。发现煮过之后，它有肉的这个香味在当中，是的，而且没那么辣了，而且很有嚼劲。吃了这个菜的时候，我脑子又回想起刚开始的那段旋律，那就是，阿里郎，阿里郎，阿里里郎，你得要舞蹈动作来啊。行，那我把这个放下，我好好给你跳一段啊。好，来。预备起，阿里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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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고개로너무단단。啊，不行，我头晕了，好佩服啊。但是想告诉你，这么好吃的饭菜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？无需添加敢为先，太太乐原味鲜喊您回家吃饭。另外，你买米买面认准福临门，回家吃饭由中粮福临门米面冠名。播出，先把排好血水的排骨放到锅里，再放上水跟大酱，煮40分钟。取一只腌制碗，加入蒜末、姜末、鱼露、海鲜酱油，煮好的排骨搅拌均匀，用辣白菜叶子将排骨包住。取一只锅，锅底加少许的食用油、香油，加入辣椒酱，煸炒，放入淘米水。再放入包好的排骨、香菇、杭椒、圆葱，中火炖10分钟，再放入蕨菜，再炖5分钟，这道菜就做好了。